快速解码。如果我们要读取一张 QR code， 可以用最快速的方法，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QR code 的这一张图档拉到这个区块来，滑鼠放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已经做了解码完成了。原来刚刚的这一张 QR code 里头包含的文字是"这是测试"。